卡门呢，在音乐里面，他就是在描述一个美艳动人的女人，然后会玩弄男人的感情。然后你看看这个香香的大姐姐，你看看这个香香的大姐姐，我从玩游戏开始到现在，我被她撩到不行，我受不了。哦，好辣哦！你知道，就是玛丽在玩，我不是跟你讲说玛丽被她撩的不要不要的吗？然后我就有一种。这就是玛丽想要成为的那种很辣、很有自信，又很有魅力的辣吉狐。对，重点是他很大啊、你看看他，他刚刚说他要涂红色的指甲油，因为那是爱情的颜色。他要在指甲上涂上热情如火的颜色，并且带着爱去战斗啊！玛丽再长大一点的话。我再长大一点，我也会这么辣吗？不会长大吗？不会吧。我再长大一点，我也会长大吧。我还有机会吗？我不要看你们的聊天室了，你们说没有我就受伤。谁跟你五星好评？五星好评的是这个游戏，不是我，尊重哦，各位，尊重哦。五星好评的是游戏，不是我，你要好好说话哦。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哦，让你们诋毁吉狐。